好，所以那个我们这里呢，就用这个投影片快再看一下哈。那基本上呢，这一章呢，这个只有六个小节，然后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这个 Hess 大概都讲了一半哈。那这个就是一开始讲介绍一些这个 energy 的一些特性，然后它本身啊，基本上它是一种就是一个 capacity 一个能力哈，就是你要做功或产生热的能力。那另外呢，这个这些 energy 也是可以去，就是 against，就是反抗这个大自然里面的一些吸引力，因为大自然有些是吸引力嘛，哈，那你要把它反抗，就要给它能量哈。那这个另外呢，能量守恒定律呢，哦，它就是从一种 form 呢，就一种形式转到另外的形式，但是并没有被产生或者是这个破坏哈，基本上它只是形式的一个转换而已。所以呢，这整个这个在 universe 里面，这个 energy 呢是不变的，是一个守恒的。那这个 energy 大概有两大类哈，就 potential energy，就是因为位置的关系或者是组成。所以一般我们这个见解呢，我们那个也算是一个 potential energy 哈，所以跟那个，因为他这边就讲到呢，就 composition 就组成有关，那位置当然是位能哈、哦。那 kinetic 就是跟运动有关哦，所以这个让它大小跟速度啊，或者它的质量当然有关系哈、哦。因为动能，各位物理都有学过嘛，二分之 mv 平方，所以跟质量跟速度有关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常常用来解释这个能量转换的一个例子哦，比如说一开始呢，就是有一个球，这个 A、B 两球，B 在比较底下，A 在比较上面哦。那所以 A 呢，它比较高，所以它位能一定比较大哈、哦。那它滚下来以后呢，它位能就减少，但是它有动能嘛。那动能它撞到这个 B 以后，它停在这边，但是这 B 呢得到它的动能以后，它就这个运动哈、哦，然后就会动往上跑，跑到这边，因为这个动能。B 的动能又转换成位能，所以它要停在这边哦。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能量的一个转换哦，所以这个就这个叙述哈、哦。所以这里呢都有这个能量。那当然这个这过程呢，它可能会跟这个表面摩擦会产生热哦，所以它转给这个 B 的能量当然可能没有原来的那么多哈、哦。那些就是因为热跑掉，但是整个 universe 来讲。哦，就是还是守恒的哈、哦。我们刚刚有特地提到 universe，就包含这个系统跟这个外界的环境哈、哦。所以这边如果你这个系统就看 A、B 两个当做一个系统，那你这个外其他就是一个surrounding 的部分。好，所以那个energy 呢，这边呢，在这个谈的就是 heat，就是热哦，热的基本上就是一个能量的一个转变哦，就是两个物体之间哈、哦，那最明显就造成温度的一个改变哈、哦。那另外这功呢，就是你对某一个物体呢，然后就是比如说给它力量，然后有移动的距离，然后就是受功。那它这个能量呢是一种这是一个 state function 哈、哦，那这个 work 跟 heat 呢就不是哦。那这边讲的能量当然就是internal energy 哈、哦。就是所谓的delta 这一哈，那 state function 呢，就是它不会跟它的这个路径有关，它只跟那个最终态跟最这个起始态有关啊，就跟它目前这个状态有关而已哈。那 chemical energy 呢，这个当然就是化学在专门讨论这个化学反应的能量哈。那 system 啊，既然这个 universe 呢，就是包含 system 跟 surrounding 哈，刚刚我们的介绍过哈，那这个 endothermic 就是吸热的反应哈，基本上这个你就热呢就跑到系统来哦，然后这个或者是从 surrounding 呢得到这个能量哦，那放热呢就是热跑到这个 surrounding 就从系统离开哦，那这个。这里呢，基本上不管你是吸热或放热哈，它还是要遵守能量守恒。所以如果是外界得到能量，那你就会等于这个系统失去了这个能量哈。
所以这是一个图示的哈，像这个 methane 呢，就甲烷哈，它燃烧啊，它会放热，所以它就放热反应。那这个nitrogen 跟它 oxygen 呢，它变成这个 NO 呢，哦，它是氮气跟氧气呢变成这个一氧化氮呢，它实际上是一个吸热反应哦。我们刚刚有写到，实际上是一个吸热反应哦。所以你看那个 NO 并不是非常的稳定哦。因为所以它又很容易氧化，变成这个 NO2，那氧化变成 NO2 就变成这个放热这个反应。好，那底下就是这个一个概念哈，他说这个水结冰呢，到底是放热或者是吸热反应？是放热还是吸热？水结冰。放热嘛，哈，所以放热应该是哪一个？endothermic 还是 exothermic？endo 嘛，对。哦，所以知道放热跟吸热以外呢，还要知道它到底是 endo 还是 exo 哈。我刚是放热嘛，所以是 exothermic 哈，所以是这个没有错，刚刚我讲错了哈，所以它是放热，所以是exothermic 哈。好，那底下呢？这个有几个 process 哈、哦？那它这里有，就是我们在看放热跟吸热，你要去 specify，就是要定义说你这个系统到底指的是哪一个哈、哦？哦，所以它有划线哦，划线就系统哈、哦。所以呢，他说你的手呢，你如果摸冰，你的手变冷，所以这时候你的手是它那个 system，所以你对你的手来讲，它是放热还是吸热？放热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把那个热量传给那个冰的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的手就变冷了啊。哦，所以它是放热哈、哦。那这时候呢，如果是这个冰呢，现在冰是系统，它是怎样？相对的嘛，所以它就是吸热嘛哈、哦。然后呢，这个水滚呢，哦，就是水在这个炉子上面滚，对水来讲它是怎样？水沸腾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应该是怎样？吸热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它是吸热啊。哦，所以它你要热给它，它才会滚啊。那这个水蒸气呢，凝结到一个冷管，那这个水蒸气是怎么样？对水蒸气来讲，对啊，因为它是就跟结冰一样的道理哦，所以它是放热哈、哦。冰淇淋融化呢，吸热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反正呢，这个我们在讨论放热之前，你就知道那个要去知道那个系统是哪一个哈、哦。哦。好，那再来这个底下呢，这个话呢，我就是要你去定义说，哪一个是这个系统，哪一个是 surrounding 哈、哦，还有这个能量转这个 transfer 的一个方向哈、哦。所以呢，比如说这个 methane 就甲烷它燃烧哈、哦，在一个实验室里面燃烧，那这里来讲的话，哪一个是系统，我们如果要看的话。这就甲烷，对不对？啊，就 methane 哈、哦。那它燃烧，那外面就是 surrounding 嘛，那它会放热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热就跑到，就是从系统跑到这个 surrounding 去哈、哦。那这个 B 这个水滴呢，就是你游完泳不是会有一些水滴，对不对？啊，水滴后来蒸发了，所以现在你看的是这个水滴嘛哈、哦，所以水滴就是你的系统。那它蒸发了，所以它是吸热嘛，哈、哦。好，那这个这氢气跟氧气呢，就反应会产生水嘛，哈、哦。那这当然为什么呢？主要就是其实这个如果就
从这个反应热来看呢，也不是说非常的这个精准，然后不过我们这边只讨论到这个 ΔH 哦，所以我们就以它来考量就好。所以基本上因为产生水，你会放热嘛，或者是它的位能就变得比较低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位能比较低呢，就比较稳定哦，所以用这样来思考哦。哦，所以它这个就是这就是比它的位能啊。所以氢气、氧气跟水哪一个位能最低？就水嘛。所以因为它有这个产生键结会放热哦，所以它这个位能就变低了哦。所以是因为这边的话就是用这样来思考哦。好，所以这个 internal energy 呢，就是这边就定义了，就所有里面呢，这个系统里面所有的这个particle，它这个 particle 是把它 mark 起来，就不是真的 particle 啊，就是反正里面所有的组成啊，不管你是动能、位能，那全部把它加起来叫 internal energy 哈、哦。那这边热那个能量守恒就叫热力学第一定律哈、哦。那这边的定义就这样，我们刚刚有看过哈、哦。那这里呢，吸热跟放热的图呢，再一次这个这样哈、哦，就加深你的这个印象哈、哦。所以那 internal energy 呢，基本上呢。因为它是 Q 加 W 哈，所以对 Q 来讲，如果吸热的话，它就会正哦；那放热它就会负。那对这系统，如果对外界做功呢，那 W 就会变负哦，因为你就对外界做功。那如果外界对系统做功，你的 W 就变正哦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刚讨论到这个气体膨胀哦，做功的一个问题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功呢，基本上就是 P 乘以 delta V。哦，就是压力乘以气压那个体积的变化哈，那压力呢就是外界这个压力哈，然后 A 这个 A 是那个表面积的哈，然后这个 delta H 就是你这个活塞移动的距离，那 A 乘上 delta H 就是你的 delta V。哦，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对一个 expanding，就是你气体扩张的时候呢，这个 delta V 就会变大嘛，哦，那这时候就是你对外界来做功，所以我们在定义上呢，就会变成 P 负的 P 乘上 delta V 哈，然后这个它们的转换呢，刚有提到，一个大气压乘上一升呢，就等于这个101.3焦了哦。好，那底下呢，问你呢哪一个做比较多功哈？这 A 呢，它是从它是两大，在 against 的一个压力是两大气压哈，那从一升变四升，那 B 呢是三大气压，那从一升变三升，所以哪一个做的比较多？一样多嘛，哦，这个很容易哈。好，那这个是就 entropy 哈，所以它是一个 state function，那我们刚刚在黑板上也讨论过它的一个跟 delta E 之间的一个关系哈、哦，那基本在 constant 的 pressure 底下呢，delta H 实际上就等于 heat，就等于 Q。好，那这个是就是市场就是一个反应哈、哦，这个 propane 呢就丙烷哦，那燃烧啊，那 delta H 是负了2221 kJ 那这个从这个式子。大家也知道呢，这是针对一摩尔的 propane 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问你呢，如果说现在是5克的 propane 呢，那它 DH 是多少？那是不是就把5克除以这一个的 molar mass 啊、哦，然后就是得到摩尔数，再乘以这个 DH 哦，就是所要求的哈、哦，这个很容易哈、哦。那 calorimetry 呢，就是用来测量这个反应热的一个类似一个专门的一个学问的、哦、那基本上啊，这边就是要知道这个 heat capacity，那这边 specific heat 就比热哈、哦，刚刚有提到哈、哦，所以呢，这不同物质比热不一样，所以比热越小了，是不是越就是说比热越小，你给它一样的温度这个能量的时候，它温度变化是越怎样越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水呢，市场热的比较慢嘛，但是像铁这种比热比较小，就热的比较快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哦，
那这个，所以这个 moral hit 特别就美墨哈，就以美墨来定义的哈。那在这个基本上在做这样实验的时候，通常就是两个反应物呢，在通常是在同，比如说都在室温，然后同时混合以后呢，那温度就会变化哈。那如果这反应呢是放热反应，当然那个整个混合液的温度就会上升。那如果是吸热反应的话呢，那这个混合液的这个温度就会下降哈，是吧？那不管是怎么样，反正就是量一个温度的一个变化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这个用 coffee cup 啊，就是咖啡杯做的哈。它这个基本上就是宝丽龙啊，但这里误差是比较大，因为我们在算的时候会假设这个跟外界呢是绝缘的哈，啊，所以这边基本上它的好处就是简单容易哈，这个装置很容易，实验室就可以做。那量出来呢，就是在电压底下这个 Q，那事实上就相当于 delta H 嘛哈。那这个是比较高阶一点的这个 pump 这个 calorimeter 哈，所以它这个它装置是比较精密一点。为什么叫 pump 呢？因为这个其实它真的像一个 pump 哈。那不小心是会炸掉的哈，那当然这个也没那么严重，它是有一些泄气吧，就是从有一些小孔就会泄压，不至于说这个整个炸开了，那时候炸开了真的是一个就变炸弹哈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它这个装置比较精密一点哈，所以这个反应会放在这个地方。那这里呢，就好像有那个两个这个线哦，然后你在这边点火以后呢，它当然就马上就是那个。反应的嘛哈，然后这里就一直在搅拌，那外面就有水嘛，所以最后你看它温度变化多少，然后去算，利用这一个式子呢就可以算哈，所以就是你知道质量呢，知道比热，那知道温度变化，然后就可以算出它这个是多少哈。所以这个各位应该以前都有算过哈，就给你一个比热啊，然后质量多少啊，那温度变化多少啊，到底改变多少那个热量啊？好，所以呢，现在如果是有100克的这个水呢，90度 C，那再加上100克的水，10度 C，那问你呢，混了以后变几度 C？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怪怪的哈，不过无所谓哈，50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应该很容易啊，这个不是10加90除以2嘛？因为它这个都没有牵涉到这个冰啊，或者是蒸汽这个沸腾哦，所以这个好，那现在这个一样呢，还是90跟100哈，可是呢质量不太一样，那这时候应该是几度 C？先不用看几度 C，大概介于哪里会比较高于50，还是高于还是会低于50？低于50嘛，因为10度 C 也比较多嘛，他如果真的要算呢，那就计算机按一下哈，其实不用计算机应该也可以算了，大概20几吧，是不是？那我应该是在底下这个，算大概23哈，那底下这个也是类似的问题哈，只是这边呢，它这时候呢，变成呢它是水了哈。50克的在10度 C，那现在加铁球啊，它90度 C，那这里呢，它给你这个比热哈，分别两个比热就不一样哈，所以这时候当然你用的还是那个质量乘以比热乘以温度变化哦，然后最后这个问呢，它 final 会是多少？会多少？他们的质量市场是一样的哈，会比50度 C 高呢，还是比50度 C 来的低？高吗？因为它虽然这个温度很高哈，但是呢，它的比热很小，所以市场它热量变化可能没那么大哈，所以呢。这个不见得会比较高哦，虽然它是铁球，可能很烫哦。这个各位可以算一下，不过它应该是还是会比较低一点的。哎，
所以它会介于这个，啊，底下呢就算给你看大概多少，还蛮低的，18度。哦，所以这个如果说你拿一个这个铁球呢，90度C 就赶快用这个水呢，好像很快就会降下来哦。好，那底下要讲就是这个 Hess Law 啊，这个各位应该以前都做过很多了，基本上就是把几个方程式呢，那做一些加减跟这个重组呢，那你就得到这个你要的那一个 target design 的那一个那个方程式的反应热。哦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就是你就是从一些。就是说，看它目标的反应物，反应方程式到底是怎样，或反应路是怎样，那给你已知的，或者你去找一些相关的反应，然后就可以利用 Hess Law 呢去做计算。那它的这个用图呢，各位更容易了解比如说，它这个本来 NO 跟 O2 变成2倍的 NO 嘛，那 NO 再跟氧又变 NO2，所以它整个变化式常就只有这样而已，只有68。所以跟你直接把这个产生这个 NO2 呢，事实上是一样的哦。所以这个就是可以从这样子来哦。哦，所以呢，它这里就几个原则哦，就是说你反应方程式如果反过来写，它的 DH 的符号就要改哦，本来正就变负，负就变正。那再来就是这个如果它跟那个反应这个。事实，因为系数也有关哦，所以你系数有改变呢，它的这个也会随着这个系数来做改变哦。然后呢，这个另外呢，就说你要做一些，要把一些就产物里面没有要做一些，把它除去，那你就要做一些找一些最小公倍数呢，然后把它给消除，所以就要乘上一些这个整数了哈。好，那这个事实上我们的一个例题就是 graphite 呢变这个 diamond 哈，graphite 是石墨哈，石墨会导电，diamond 不会导电，diamond 很贵哈，其实石墨也不便宜的，但是没有 diamond 那么贵哦，最便宜当然是碳哈，那个煤炭那不是煤炭就是碳哦，那这个它们两个差别当然是结构啊，graphite 它是一层一层的，所以可以导电哈。各位最近可能有听过这个 graphene 哈，它们二维的一个哈，它那个也是一样哦。那这个 diamond 它是一个网状结构哈，那每一个碳原子呢都是一个类似四面，就是四配位四面体这样。那这很硬哈，所以呢 diamond 很硬哈，所以这个它可以保留很久嘛哈。那这两个转换式常是怎么样呢？是吸热的哈，所以呢，你如果把这个 graphite 呢变成这个 diamond，市场是一个吸热反应，是没有很大，大概两个千焦耳而已哦。那但是呢，它是一个吸热反应。那其实以后我们在学这个热力学的时候也会知道呢，市场这个从 graphite 变 diamond 呢是一个不是自发的反应，反而从变这个 diamond 呢变 graphite 才是一个自发反应，所以你的钻石呢，放久以后它就会变 graphite，但是你有生之年是不会看到，因为它很慢啊，所以也不用担心说买一个钻石以后变碳啊。如果会这样的话，大概钻石就很便宜了，就没有人要买啊。那但是就热力学的角度来讲，这个 graphite 是比较就是石墨是比较稳定，那 diamond 是比较不稳定。但是因为这个转换的速率太慢了哈，所以通常就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变化。好，那底下就是一些这个黑斯定律的一些例子的哈，那我们就很快看一下，比如说这个 ammonia 分解成这个 nitrogen 跟 hydrogen 哈，然后这个是这个氢加氧产生水哈，它们的这个 DH 是这样哈，那问你说呢，要你算这个反应哈，就是把这个氮呢跟水呢反应变成 O2 跟 ammonia。那当然就利用这几个式，那你会看到，当然它的系数不太一样，那而且有些位置不太对，那当然就是牵涉到要乘上一个整数啊，让它
不需要的能够消除，然后有些需要前后对调的哈，对调，啊，所以这个这个就是它的一些随着就我刚刚讲的，实际上就是反着写的时候呢，符号要改变，然后乘上这个系数的时候，不要忘了那 delta h 也要乘哈。所以呢，这个很快哈，就第一个先把它反过来哈，就是然后呢。这一个就留着，因为它是要最后你是要氮气加水嘛吼，然后呢，因为它最后是要这样哦，所以呢这个所以这里呢很明显呢，因为这边有两个氮，可是你第一个式只有二分之一，所以很明显这第一个式要乘以四吼，才会变成两个嘛吼，那这边呢这个式子呢很明显呢，它要六个水，所以它要乘以三，哦，那乘的时候呢，这 delta H 呢要记得要乘吼，所以呢就是乘上这样子吼。然后这样你才会得到这一个哦，那就两个式子呢加起来以后呢，然后一样的左右相就把它消除掉，最后就会得到这边没有秀出来，大概是应该是正的哦，1200多了哈，哦，各位回去可以练习一下这个，我们之后那个公上去的那个PDF 应该会是正常显示哦，它这个可能比较低一点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张投影片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那如果没有问题呢，我们就上到这边。